点，充个点点。晚上好，好累哦，我觉得我这两天要累死。我今天就小小播一会儿，因为明天还要这个拍一些证件的东西。好累啊，好累啊！明天才是我真正的解脱。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谢谢青石的马卡龙，我觉得我全身都很痛，我今天腿就感觉在台上的时候就感觉一直在抽筋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昨天晚上睡觉就有点痛。嗯，好想我，你看我这不来了吗？对吧？有多想我呀？因为我现在还在弄我明天需要的一些衣服，这次这个证件衣服是足够丰富的，真的。每次感觉公演之后人虚脱了。今天很漂亮吗？明天更漂亮，明天要更漂亮。好累啊。谢谢青石的西瓜，喝点刘总点的西瓜波波，有点冰，太冰了。对啊，刘总大气。补个妆，谢谢青石的荧光海。哎呀，刚刚戴口罩把粉儿都蹭掉了，讨厌。挺累的，虽然你们看很多时候镜头看不到我，但是我都是使劲的，我全身的力气在跳舞。你们知道吗？我已经使尽了全身的力气跳舞，真的累。谢谢天才不顺的戴安娜凝视。是不是很憔悴？我感觉我今天看了一下我公演回放，我感觉自己好憔悴，好像老了十岁一样，我好像老了十岁。没有不舒服，就是很困，也不是很困了，就是心好累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明天过了就好了吧。因为我把自己口嘴巴涂得很红，公演后确实有一种空虚的感觉，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但是又有一种精疲力尽的感觉。涂口，再涂红一点。你们也是，因为很久都没有跳常规公演了，就是还要。就真的是有一点点的那个兴奋，刚开始就好兴奋，后面就是兴奋中夹着泪。啊，谢谢，谢谢从你的皇冠，谢谢你。对，刚开始就是那个，哎呀，真的是状况百出，今天真的是。
因为这几天准备的东西都太多了，准备了好多东西。虽然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哎呀，不知道我在准备些什么，但是我自己觉得好累啊。本来就重啊，因为什么？因为今天他在吃东西的时候，我说你少吃一点，我说你少吃一点，因为我本来说我不想，就是因为我第一次跳这个落日什么弥漫还是弥漫，然后我就说我就说不想跟别人一样，就是每到这个点的时候就抱起来转圈圈，但他昨天又说他想抱起来转圈圈，然后我就说好吧。我的封面，我没有换封面吗？啊！我是为了昨天卖 CD， 我换了一个那个就是跟海沙差不多的封面，我很专业的。我今天居然还没有换封面，那不是我待会儿直播间的人气会跟昨天一样，很火爆。我不知道现在大家还能不能看到这个叫什么，你们界面还有这个小红车吗？别换了，没有购物车了。哦，那就只能等到下次我这个下次这个再卖碟的时候才会有吧。今天卖点别的，今天卖啥呀？今天有什么好卖的啊？那今天主要是主播现在这里缺货了，已经卖断货了。主播生意太好了，已经被卖断货了。哇，我今天买了一个三明治待会儿吃啊。这个三明治看起来啊，不喜欢这个，买错了。谢谢天才也不顺的夜底，我瞬间看到这个我都不想吃了，真的。我最近都吃全麦三明治，每天只吃一个。谢谢逆水寒的荧光海，买了个卖了这个三明治，我卖它好。嘿嘿，我还买了一个糖，酸条糖，我卖给你们，你们也买不到呀。现在等我下次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好吧，因为今天哥哥走的有点早，本来想带两个盘子回来的，盘子去了，带两个碟子。我觉得我今天字都写错了，这个落日弥漫的那个字，勾手拉勾的勾我的写错了。真的不要嘲笑我，我是这几天忙晕了，有一点已经有点忙的脑袋有点迷糊了。你们知道我今天公演的时候穿上我们那个国王皇后的衣服吗？穿上我那个国王皇后的衣服之后，因为我里面还穿了一条很厚的打底裤，所以那个衣服就裤子很紧。然后因为我们第一趴不是有两件嘛，穿就是跳迷宫的时候有很多蹲下去的动作。然后呢，我蹲下去，我突然被弹起来了，你知道吗？知道为什么吗？然后我发现自己就是我的裤子后面被崩开了，就是因为太，也不知道是自己真的长胖了呢，还是这个裤子穿多了，反正我就直接被弹起来了，就是我自己都控制不了的，就很烦。公演看起来我好像瘦了，哦，那可能就是我今天给我阿姨给我把衣服拿错了吧，可能阿姨把衣服拿错了，把别人那种很小的那种衣服拿给我穿了吧，就是裤子的原因。
他可在房间了。嗯，也没有很瘦了，但是我本来就是一个瓜子脸呀，只是说我之前有点放纵自己，夏天来了就很容易瘦，也可能最近太忙了，忙累了，忙瘦了。我还在想明天我这短头发能做什么造型，我要穿很漂亮的衣服。做一个什么造型呢？现在马尾，哎，现在我可以这么梳马尾了呀，像这样梳马尾，高马尾对吧？明天什么活动？明天没有活动，明天是我自己的行程，双马尾，那我可以梳三马尾啊，这样。好傻哦，好傻哦，也太傻了吧！我的证件应该后面是，我也不知道他这次发证件的顺序是什么，应该是很，我的证件应该会很后面才会发出来吧。我都，我因为之前一直都是一个叫什么来着？之前一直都是一个造型嘛，就是把头发披着，这个短头发。哎，最近太缺水了，想一直喝水，想把水桶抱着喝。对呀，多喝一点。我还从剧场顺了几瓶水回来，就怕半夜找不到水喝。谢谢可爱豆腐的玫瑰花，今天就小播一会儿，播到11:30吧，再播15分钟，播半个小时。今天，等我这几天肯定要养精蓄锐一下。对呀，是疲惫，哎，但是又觉得昨天化了妆也没有跟大家直播，对吧？我也怕你们很想我。谢谢4149的玫瑰花，但是说实话，公演才刚刚结束没多久，怎么会这么快就想我了？是这么一分一秒都离不开我吗？我是你们是鱼，我是你们的水，就是离了我，你们就无法。你们就要死掉，是这意思吧？哦，这都被我发现了，那当然了，毕竟我们是叫什么？我们是生命之交。哎呀，好尴尬呀！现在我觉得我的直播封面都没有换，那不是？关键现在也没有那个碟子再给大家看了。对，尬到了我自己。没有害羞，这有什么好害羞的？主要是我怕大家会觉得反差太大，就是有一种，哎，这个主播封面是这个样子，为什么点进来是这个样子？欺诈，是吧？确实有点啊。对，我就是妥妥的一个标题党。谢谢青石的荧光海。的的，我这牛仔背心啊，春夏秋冬都可以穿。
很方便。我发现以后可以多买点这种背心，它春夏秋冬都可以搭配衣服，夏天搭配短袖，秋天搭配什么呢？搭配长袖，冬天搭配卫衣，是不是很方便？对啊，这个还是那个 Kiki 代言的，对吧？MLB，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这个牛仔背心我是多久买的忘记了，已经买了几年了吧，两年了。对，我这个已经买了很久了，那个时候 Kiki 还没有代言呢。那个时候代言的吗？不知道，忘记了，应该还没有吧。我觉得好像是今年代言的，但是他之前有代言那个完美日记的时候，哎，我还是享受到了一点点这个小福利的。他之前代言这个完美日记的时候，他还送了我这个完美日记的东西，所以我也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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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完美日记的眼影盘，不是粉饼。对呀，没事没事，这些算什么？等以后这个叫什么，等以后果果代言了什么东西，我也送给你们好不好？是吧，让你们不用进团都能享受到果果的福利，好吧？只要你是我们青视集团的人，只要你加入我们青视集团，这哪叫画饼？这个饼八字都还没有一撇，所以都不算画。那我加油，那得我们一起加油。是吗？那我代言了那个呀，你不知道啊？其实我还真有一个代言，我真的有，我只是你们没有发现而已。什么 real 啊？不是 real， 海沙呀。昨天才给大家卖货了，今天就忘记了。你们这个记忆真的是鱼的记忆，比我还像鱼的记忆。对呀，光碟也算代言，只要里面有我的部分就也算，照片也是里面其中缺一不可的部分。对啊，那大家都是代言者。当然了，我不代言，我没有代言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要去帮他冲销量呢？对吧？等你有钱了，给我拉代言。好，那你加油。那你先这样子，等你有钱，不如等我有钱。我觉得等我有钱的话，可能会快一点。这样子，我下次在那个卖碟的时候，你一定要多帮我冲一下销量哦。什么浪才倒闭，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这个浪才部门，你怎么能说他倒闭呢？他只是暂时歇业，万一他只暂时歇业呢？是吧？谨言慎行，不准乱说。你们知道，哎，我别说，我还真的入选过这个浪彩人员的，就是浪彩人员的选叫什么呢？选择，我还入选过，真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就是你们知道吗？那个时候他们需要的是
要不然你就是非常有我主要是我当时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我当时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可能就把我踢掉了。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时候刚过来嘛，我嗓子还没有好，我嗓子还是就是以前北京的那个样子。嗯，把我踢掉了，对，我被踢了。那个很搞笑，因为我记得当时王总问我们什么来着，他说他问我们，就是问我们自己，问我们对这个项目打分打多少分，我直接给他打了个200分。我说老板做的项目都是最好的项目。然后我就被踢了。那能怎么办呢？对吧？我那也没关系，不是现在也给我机会了吗？给我机会展现自己的这个才艺了，就是卖碟子。我怎么，哎呀，你们这话说的真的，我会打假吗？我会打假，我是个打假的人吗？对吧？很多年，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了。哎，我为什么要去签别的？我不能自己开个公司吗？等我这个卖碟成功啊，等我这个卖碟，这个卖碟成功之后，我就自己去开个公司。对啊，人嘛总是可以做点梦的，你没有梦，你没有梦的话，那你这一生得多无聊多无趣啊，是吧？连做梦的机会都不给你啊，你自做梦的机会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想做就做，不做就不做。好热，这样子，谢谢阿宇的荧光棒。我公司缺保安吗？我不缺，因为我自己就可以保护自己。谢谢青石的荧光海，还有4分钟我就下了。你看大家都是被我的封面吸引进来的，哇，我这封面这么好，我这个封面看来还是挺有魅力的，挺有魅力的。这都是这样子啊，你在外面去看直播也是，怎么这个滤镜在跳啊，怎么回事，这个滤镜怎么了？别跳了，别跳了，我都要下播了，你在那跳跳跳什么跳啊？你是想让我提前下播吗？口袋四八，你看看到没有？他一直在那跳，是不是你们举报我了？举报我这个主播实物与图片不符？我这边他一直在放大缩小，放大缩小，像拍照一样。这啊！你能不能行了？能不能行了？还想不想让我给你那个卖碟了？哎，好像好了。哎，又开始。我昨天这个卖碟的时候，你怎么不出现这种故障呢？你非得在我今天这个休息跟大家想闲聊聊聊天的时候给我出现这样子，你这样子我以后我怎么给你带客户啊？口袋四八，我问你，你这样我怎么给你带客户？我怎么冲销量啊？你的小红车还想不想要了？
我恨你。他不听我的话。这个口袋四八现在快变成天猫精灵了，不受控制，有自己的想法，和我以前养的天猫精灵一样。快点修复，没错，说得好。算了，不跟你一般计较了，反正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就要下了。我没有吃什么，我在喝水而已，我只是渴了。 Never give me a Never give me a 不，这首歌从昨天一直在我脑海里面，一直在我脑海里面。等我们之后空了再聊好吧，因为今天要那个，我要有很多准备工作，我要早点睡觉，吃我的美容觉，希望我明天脸能漂漂亮亮的拍。谢青省玫瑰花，如果还是很想我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再去看一遍公演，对，再回顾一下咱们这个我这两天表演的节目好吗？可以吗？对吧？那里面的我就是你可以无限观看的，就是你上一秒钟想我了之后，你下一秒钟就能在那里面看到我，把我放在旁边。一直看着你们就不会那个，就不会对我有那么大的想念了，就是因为你们看我看的还不够，有点吓人，吓人。是我长得吓人？没事，如果明天不累的话继续直播好吧。谢谢谢谢健康快乐苹果的皇冠。因为果果真的很累了，果果怕再说下去就要胡言乱语了。我这种累说实话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最近这么动过脑子了，你们懂吗？因为我平常都是一个不带脑子工作的人。所以我这几天感觉脑袋非常的累，非常的疲惫。晚安。飞吻，飞吻十个好吧。拜拜拜拜，明天给你们发漂亮照片。